我的 T 恤嘞？奇怪，我的 T 恤嘞？该不会在冰箱里吧？哈？好贴心哦，这样就不会热了耶。哦，好冰凉哦，耶！阿玛尼，我的布丁嘞？奇怪，我的布丁嘞？哈？呵呵，太好了，章鱼就不会饿了耶。真可爱，再也不会饿了。唉，啊！沙发怎么不见了？嗯？哎、欸？啊？呵呵。真体贴，这样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大便了。阿玛尼，阿玛尼在哪？哦，耶，你不是盘子啦！哦、oh. ，如果长辈时常把物品放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，譬如将刚买回来的青菜放到书柜、衣服放在冰箱的情形，不可以大声纠正他们哦，因为阿公阿嬷可能得了失智症了。